呜呼！我系 Baby Yoda， 系咪好 cute 咧？想喺多伦多速递翻香港，每磅只需3蚊咋，仲可以速递到其他地方。快啲上 www.buyship.com 查询啦！Hello， 各位观众，今日咧我又嚟到 Costco shopping 啦，因为咧都系时候啦，两个几礼拜啦，要入货啦。究竟今日 Costco 有啲咩卖呢？我哋一起去睇下啦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我发现咧呢个嘅维他命 C 同埋锌咧，两盒加埋咧好抵喎。嗱，原价咧就系15.99啦，而家减咗4蚊啦。變咗11.99，咁咧每一樽咧有200粒嘅噃，咁啊一套就2樽啊，好抵食啊！有咩好處呢？大家都知道啦，維他命 C 咧係幫助你增強你嘅免疫力啦。咁其實鈴都係喎，嗱鈴咧又係可以提高你嘅免疫力啦，仲有就係可以幫你嘅身體復原。如果你有受傷嘅話咧，好快就可以復原。所以如果 C 加鈴咧嘅混合體咧，就直情係我哋必須嘅啦。因為咧而家咧你知啦 ，flu season 嚟緊啊嘛。好容易會唔舒服嘅。如果食呢個咧，可以增加你嘅免疫力 ，why not？ 同埋佢而家呢個咧係 chewable， 即係話係當糖咁食都得嘅。所以咧，快啲買先！哇，俾我揾到啦！呢個 D3， 李健達咧成日叫我食噶，佢話咧呢一個好好噶，咁啊可以提高你嘅免疫系統啦。同埋我哋加拿大嘅啲天氣咧轉季啦，開始咧黑掹掹啊，冇咩太陽。咁如果咧食服食呢個維他命 D 咧，就可以咧補充翻我哋嘅太陽啦。咁同埋咧 D3 本身咧就係對骨骼好好嘅，對你嘅牙齒啦，同埋對你嘅骨絡咧都係好好嘅，可以強化你骨絡啦。咁而家又減價喎，咁啊原價咧12.99減3蚊，而家變成9.99，好抵啊！有2樽咁多，每一樽咧有375粒啊！仲有啊，加拿大嘅癌病協會咧，亦都提議我哋咧，每人每日咧應該食咧最少咧1000個 IU 嘅維他命 D 啦。咁而家咧，佢每一粒咧就係1000個 IU 嘅，所以咧，哇，又減價又健康。李健達，我揾到啦，我而家買啦。你哋買咗 air fryer 未啊？如果未買嘅咧，快啲過嚟 Costco 買啦！而家69.99，好抵啊！嗱，雖然呢個牌子咧我啊未用過嘅，但我覺得 air fryers 咧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，嗰啲 technology 咧都係差唔多，同埋咧佢呢個咧都係用呢個電子版控制，即係 electronics 嘅，咁所以都應該係好好用嘅。我自己本身咧就都好中意 air fryer， 因為我覺得好方便啦，又唔需要落油去煮佢啦，即係冇乜油煙啦，乾淨快捷，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看住門口嘅。而家趁佢平69.99，快啲過嚟買啦！哇 ，Costco 又有 Tefal 買啦，我就中意咧呢一個 set 噶。好抵啊！3隻鑊咧先至係29.99喎。嗱，佢有20個 cm 啦，又有呢個24個 cm 啦，同埋咧呢個28 cm 嘅。咁咧佢其實呢個咧個設計好好嘅，佢係防刮嘅。你可以用一啲咧即係 metal 啊鐵嘅鑊鏟咧，佢都唔會花嘅，佢係防刮嘅。咁仲有咧，嗱呢一個紅心咧，即係話咧，如果你擺喺個 stove 嗰度啦。佢轉咗深紅色咧，咁即係話咧係一個好理想嘅温度咧，可以去煮嘢食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呢個29.99咧係好抵嘅。同埋咧，我每次買親呢只鑊咧，我都係喺度買抵啲啊嘛。所以今次咧，快啲大家嚟買啦，唔係好多剩咋。聖誕節咧，雖然仲有2個月啦，但係咧 Costco 開始咧陸陸續續有啲聖誕嘅貨品啊。嗱，大家見到我呢張地氈係咪好 cute 咧？我覺得好靚啊，係 Disney 嘅喎，嗱。是 from Disney brand 嘅，咁不過好貴喎，29.99喎。咁不過咧，佢嘅質地就真係好厚嘅，幾襟用嘅。如果係大家係 Mickey Mouse 嘅 fans 咧，就快啲唔好錯過啦。係咪好有節日嘅氣氛呢？呼呼，我係 Baby Yoda， 係咪好 cute 咧？嗱，呢一個咧係一個 blanket 嚟嘅喎，係俾小朋友瞓覺嘅時候咧，可以笠住個頭瞓覺。
佢好得意嘅。咁咧佢賣到25.99，佢仲有好多款嘅，不過我最中意都係呢個 Baby Yoda。哇，好 cute 啊！哇，俾我又見到 Baby Yoda 啦，呢個好 cute 啊！這個是10歲或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玩的，現在就賣到79.99啦，是不是很可愛？現在 Costco 開始有很多的 gifts 即禮物賣了，特別 LEGO 啦，我想還有呢這一副 Classic 的 LEGO 呢我都買過的，現在就賣到54.99啦。其實呢、我覺得這個很好的，給小朋友呢即任他砌啦、很 basic 的。其實咧，而家 Costco 咧就有好多嘅禮物買啦，因為聖誕節啦。咁如果家長咧諗唔到買啲乜嘢咧，過嚟 Costco 買啦，有好多選擇啊。Anita's Choice， 哇，俾我有大發現啊！呢、這、一個咧 Snoopy 嘅聖誕卡咧有30張，大家估下幾多錢？1秒、2秒、3秒，噠噠，係99.99啊！30張啊，睇下幾靚。张张都咁大张添啊！哇，快啲过嚟买啦，得翻几盒咋？哇，我好中意呢棵圣诞树啊，有成7.5尺高喎，不过价钱都好贵啊，要成369.99。但系呢棵树咧好襟摆嘅，咁啊嗱，佢同埋可以转色嘅，你可以拣咧净系黄色嘅灯啦，或者咧系七彩嘅灯咧都得嘅。哦，呢棵树咧其实好襟摆嘅，呢啲最低限度啊，用超過10年都冇問題嘅。咁大家會唔會考慮呢？嗱，而家大家咧唔想要一棵咁大嘅傳統聖誕樹咧，可以考慮呢一棵嘅喎。嗱，呢一棵咧就簡約好多啦。咁啊，擺喺個廳度咧都相當之靚嘅。咁啊，你可以選擇佢斬燈啦，或者唔斬燈都得噶。咁呢一棵樹咧，我都好中意啊，白色啦，我覺得好簡潔啊。咁你都可以掛你自己喜歡嘅即係 ornament 上去啦。咁而家呢棵樹咧就係149.99，你會唔會選擇呢一棵白色樹咧？話俾我知啊，你中意傳統啊，定中意呢一棵白色樹啊？一年裏面咧，聖誕節咧一個非常之大嘅節日啦，咁啊所有嘅加拿大人咧都好緊張噶，會咧將間屋咧佈置得好靚嘅。嗱，而家我身邊呢一棵樹咧就係擺出邊個係 outdoor 嘅 tree 嚟嘅喎，係咪好靚咧？有曬燈仔嘅，又唔怕落雪，又唔怕落雨，擺喺出邊咧係好靚嘅。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咧話落緊雪啦，整個地都是雪地，再加這盞燈是不是很漂亮呢？現在這一棵樹就是169.99，哇，其實我很喜歡，不過只是擔心怎樣收起它，用完但擺出來就真的很漂亮，你會不會考慮啊？哇，雪人我都是最喜歡的，你看看這三個小朋友就是雪人小朋友啦。其實這三個雪人也都是放在外面的，令到你的屋子哇閃閃生輝啊，咁啊喺一個咁黑暗嘅冬天咧，就會帶嚟一啲嘅色彩啦。咁啊嗱，呢三個雪人朋友咧，都係賣到179.99，我就覺得好靚啦，可以咧擺喺雪地上邊，夜晚黑哇，即係開著嘅燈，你話係幾靚咧？我中意啊！大家會唔會考慮買啊？是时候要多谢 J Homes Real Estate Group 赞助我们这一集的节目。 J Homes 是我们温哥华的地产代理，我希望各位观众支持 J Homes， 因为 J Homes 支持我们这个 channel， 让我可以拍更多的好片给大家看。 And Little Toys， 哇，被我发现这个 Swarovski 呢这个的 ornament 啊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是一個好似嘅星星型、雪花型嘅一個 ornament 啦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佢係特別設計俾2021年嘅喎。咁同埋佢價錢咧都唔貴嘅，係69.99，係咪 OK 咧？個價錢唔錯啊！呢個咧好好嘅，如果送俾朋友咧，咁朋友會好開心，因為有紀念價值啊嘛。咁同埋咧，佢裏邊有個牌仔咧，都會寫住2021年嘅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呢一個 choice 唔錯，聖誕節禮物咧係 very good， Anita's choice。哇！呢一張凳咧減30蚊喎，原價129.99，而家係99。哇！99.99，試下先。哇！嗱，講真，呢張凳咧好舒服，同埋咧佢個 armrest 咧係可以嗱調節嘅，可以褪前褪後又得，同埋咧個 cushion 好好喎。呢張凳真係舒服啊！點解咁舒服？因為佢呢個範圍夠曬大啊，坐得你好舒服啊，又腍喎。仲有啊，呢度咧又係好舒服嘅，挨得睇下，好有設計啊！
而家要買一張好啲嘅凳咧，點都要百幾二百蚊噶啦。而家呢張係99.99。誒，要買凳嘅朋友，你快啲過嚟買啦，冇啦就嚟。今次嚟 Costco 咧有好多 orchid 喎，哇就係蘭花啦，乜嘢顏色都有啊！我嘅手上面呢個咧就係即係淡紫色啦，買到16.99咋，哇真係好抵啊！因為出邊咧呢啲花起碼都30-40元唔少得噶啦，其實16.99真係好抵。哇！呢啲花咧其實好容易養嗱，佢又教埋你點樣去種植啦，俾好少水就 OK 噶啦。係啊，室內唔好俾太陽直接曬佢，咁都可以種得好靚嘅。咁大家會唔會有興趣啊？好多選擇喎，快啲過嚟睇下啦！哇，今日真係好多嘢買，介紹唔到咁多。嗱，呢個咧就係我都好中意嘅朱古力蛋卷啦。咁啊，而家減價喎，本來咧就係9.99，而家咧就減咗2元，就變成7.99。呢一罐嘢咧有成1.1kg 重啊，好多條朱古力蛋卷啊！好抵食啊，所以點都要買噶啦！哇，俾我發現一個新嘅 product 喎，咁就係咧日本 cheesecake 啊，佢咧一盒咧有兩個噶，咁啊賣到咧13.89啦，我好想試啊，因為咧圍起上嚟啦，好平喎，7元一個啫喎，因為佢有兩個嘛，等我埋嚟試下先。哇，呢個 quick 屋減價，原價9.99，減2元，而家7.89，哇，幾多啊？佢一總共是兩大盒啊！你看寫住 two bags， 總共是5.16kg， 重到咧7.幾咋。如果大家咧都係即係中意食麥皮嘅話咧，快啲過嚟買啦，因為真係好抵啊！好多朋友咧中意食即係早餐啦，加啲水啊，加少少鹽啊，或者加奶去煲下佢咧，咁啊已經係好好食噶啦！快啲過嚟買啦，好抵啊！希望大家喜歡 Costco 影片，喜歡跟我一起 shopping， 同埋喜歡 Editor's Choice。好啦，大家咧記住啦，睇完咧要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 share， 記住加鬧鐘，仲有去到 patreon.com editorlyca 支持遠華。希望大家喜歡呢個 video 啦，嗱我哋下次見咯，拜拜。